红珠她梦到当记者死了，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，请你保护我的女儿。我会试着去做的，耍赖让我保护你，吵着让我接送，这样能让你放心的话，我会做的。李律师，有客人在等。不久前因为车祸让我失去了弟弟，但是他们却说我是觊觎保险金故意杀死他的，在他们找上门前我就逃跑了。所以都还不知道逮捕令内容，您光凭猜测就逃跑了。李弟弟是你杀的吧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我的美丽你日记，当你沉睡时。